初心，也希望各位能得到各位老师继续的支持，继续的关心，谢谢大家。第一个，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科学认识正处于探测阶段，深入过程中还有很多的未知需要我们去探索。另外一个，新冠疫情防控也给我们提出了让我们看到一些不足，也要正视我们存在的短板，我要尽快的把这短板补上，把后续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。那么这两条虽然是平行的两条思维，但是这个目标都是一致的，就是把我们的科技实力打造得更强，让我们科技支撑做得更好，服务于民众，服务于民众的健康。年轻人的希望就是中国的希望，中国的未来。因为在武汉这个打折是特别深的，那么多年轻的志愿者，00后、90后，你都看到一些青春洋溢的面孔。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希望。